各位同學大家好 Good. 我今天會介紹遊樂場的其中一個設施、大家猜猜那個是什麼那個就是攀石望人攀石呢是一種富有挑戰性的遊戲場上面有很多石頭最頂部那裡有一個鐘只要你在下面爬到上去最上面跟住咧就拍下嗰個鐘咧，咁咧就可以完成攀石。做埋一樣，跟住咧就敲擊個鐘，咁樣嚇。呢個係一個好刺激嘅遊戲，同埋亦都好有趣。我希望大家以後可以繼續玩呢個遊戲，不過大家記住要小心啲，唔好跌倒。我嘅意思係咁多。拜拜我今天的演說是這麼多再見 Very good